咁咧今日咧又整嗰啲蒸包，五种口味，所以咧就有五种嘅造型，奶黄、红豆沙、鲜虾猪肉。嗱，呢个你真系估唔到啊！叉烧，牛肉，咁呢个咧就等佢发酵，咁咧啲包已经系完成发酵啦，可以放入蒸焗炉度蒸啦。蒸好啦，啲包睇下，像卜卜。这个呢就是奶黄来的，吃一个奶黄先。